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黎明实现的游戏影片。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就是来记录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幸存者任务。只要解了之后呢，就抵达这个第一阶段的那个眼睛。对，那么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呢，就能够。就解锁那个眼睛，对。那么那个幸存者的任务呢，就是在一局里面呢，就要拿2个白银以上的真章啊，就蛮容易的，并不是太难的这个任务。那么我带的技能呢，就猫咪。那么猫咪的话呢，就是杀手看我们这个方向的时候呢，就会猫咪亮起来，也就能够知道杀手可能往我们这边，那么可以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。这个左手边的呢，就是强盗直觉，就能够看到地图上的这个宝箱。因为我现在没有带自补啊，所以可能要去看看找那个箱子有没有医疗箱。然后右手边的话呢，就是冲刺爆发。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呢，可以以150的这个速度呢奔跑，然后下面那一个呢就是街头范儿，就使用道具的时候呢，那个消耗量会减少25%。那么如果队友，在我的附近呢，他也能够受益。好像往这边来了。还是跑妹遇见了小白一点，我们先去救大卫吧。可能这样做有危险吧。大卫应该待在那个板区会比较好。我刚刚如果有带怀表的话，就大卫可以扛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大家一起离开。但是我没有带。不过照正常来说的话，不应该去救的。因为有一刀嘛，这一次不错了。先补吧。
超危险，他刚刚那个刀就已经准备举起来了。不过刚刚真的是做错了决定了，不应该去救，应该要等他那个一刀的时间过了之后再去救会比较好。原来对面带了油灯了，第二次三阶。哦，还带了吞噬期望的，为什么要带吞噬期望？MM 竟然带了吞噬期望，难道他想处决吗？再救我一次的话就有处决了，有没有五次嘛，我记得好像。应该有处决了，能不能找到那个图腾？这地图的图腾应该蛮好找的。是不用找了，赶快去休息吧。我记得刚刚死。是紫色的钥匙，天哪！下水道呢？完蛋，早知道我应该待在门那里。诶，不对耶。如果他刚刚这附近应该有下水道。
真是的，别人给我找到钥匙啊，而且还找到了下水道，看看他关的那一个方向，那么快就找关了的话呢，就大概就那个方向，也应该也要感谢杀手提供的那个位置。OK 啊，那么白银英雄的这个任务呢就做完了。那么做完之后呢，就解开那个第一阶段的眼睛啊。那么其实还有一些逃生者的任务呢还没有做，对。不过这一次也是蛮，应该是幸运的，也是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啊！在一半路上捡到钥匙，而且呢，杀手还告诉我的这个。下水道的那个方向大概的位置，真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我还以为真的是绝望了。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呢也差不多到这，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呢，记得按赞，觉得这个频道还不错的话呢，就按个订阅支持一下，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的话呢，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。 OK 我们下一支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